外明新村是我们台北市唯一的空军三层眷村，它就是依山而建筑，非常的特殊。我们曾经花明新村不叫花明新村嘞，叫柯南新村。全省没有这种眷村，真很迷你。这个空间变成一个重要的展演空间，就是我们对外说明什么是蟾蜍山，什么是花明新村的一个重要的空间。